全球性限，已經不再是歐美地區的專利。所以世界杯決賽周在82年由16隊增編到24隊，98年再擴編到32隊，可見擴編已經不是新鮮事，而是希望將足球文化傳至世界每個角落，符合國際足協亦即係 FIFA 推廣足球的初衷。可惜的是，世界杯決賽周普及化尚未完善。講宏觀數字 ，FIFA 截至今日已經有211個會員國。FIFA 的報告更加顯示，如果只係維持32隊，普及率將會由過往的20%降至15%，等於走回頭路。講席位分配，接連時接近60%的席位都分配咗俾歐洲、南美，而忽略咗其他州份，例如全球最多嘅最多國家嘅亞洲同埋非洲，分別只有4至5隊。嘅席位，大洋洲連一個完整嘅席位都冇，可見佢哋真正普及都尚有一段距離。同時，世界足球水平隨住各國嘅資源投放，實力逐漸提升，唔少本來寂寂無名嘅國家都逐漸崛起，唔單止提升世界排名，更加引入唔少球星喺歐洲專業聯賽裏面立足，例如埃及、哥倫比亞、阿爾及利亞等。但可惜，縱然佢哋再努力，世界排名再高，現時配合不足嘅情況下，世界盃都無法躋身決賽周。因此 ，FIFA 主席恩芬天奴認為，各個水平逐漸變得平均嘅情況下，可以喺下屆世界盃將名額擴編至48隊，有兩大特點：一、增加各州份嘅決賽周名額，亞洲由4.5隊增至8隊，非洲由5隊變9隊，歐洲由13隊變16隊。北美由3變5.5，南美由5變6.5，大洋洲由0.5個席位變1。2、4隊為一小組，小組賽中除了頭兩名出線，12組裏面成績最好的8隊第三名亦都可以晉級。衡量辯題就要審視擴編能否有利足球普及，推動可持續發展。我方贊成辯題原因有2：一、普及足球運動，提升各界參與。世界盃是國際大賽，球隊可以透過呢個國際台板上面接取大賽經驗，同其他州份嘅國家較量，因此多咗球隊令賽事競爭性增加，更加可以同其他州份嘅隊伍互相切磋，從而進步，提升賽事嘅水平。摩洛哥就係最好嘅例子，佢唔單止獲得 FIFA 對決賽周隊伍嘅資助，去加拿大發展足球，更加可以培訓好青訓。在他未擴編至32隊之前，摩洛哥一直處於世界排名80幾、24隊不入，但擴編正式提供機會俾佢，所以之後佢有更加多嘅機會喺世界舞台上面同各州勁旅較量，不斷進步。後來佢喺上屆成功成為首支打入世界盃4強嘅非洲球隊，所以想問友方，當初擴編俾機會摩洛哥，今日又可唔可以有同樣嘅成就呢？友方認為多咗機會俾唔同州份嘅球隊去進步，又係咪壞事呢？同時，世界盃奇妙嘅地方係佢唔單止吸引球迷咁簡單，佢連睇波嘅市民都想一睹球員嘅風采，所以增加16隊，令更多嘅國家嘅國民關注世界盃，甚至親身去前往主辦國支持自己嘅國家，尤其係非洲、亞洲，擴大世界盃受眾，更多人參與，有利推廣足球。二、推動長遠發展，球隊足協雙贏 ，FIFA 所賺取嘅金錢大部分都投放喺推廣足球發展上面。FIFA 預料擴編導致嘅轉播費、贊助、門票收入等，會帶嚟110億嘅利潤，收益比上屆大增接近50%。但該 FIFA 宣布，2026年開始，每個國家嘅足球協會將會得到800萬嘅美元資助撥款，比10年前多出7倍。多咗錢就可以幫助唔同國家發展足球，不單用呢筆錢興建第一所男子足球學校，菲律賓亦都可以因此興建世界級球場，令足球運動可以長遠咁發展同成為流行文化，形成正面循環。最後想問友方同唔同意世界盃嘅原意係希望足球普及化咧？多謝各位。所以世界盃唔單止要睇3個隊數，更加要平衡球員嘅
优质无限球赛数量。所以正如代表本身差53个国家220个球会的欧洲俱乐部协会，目前已经三支队达完美公式，再进一步扩大，亦都会加重国际足球会员的身体负荷，最终削弱比赛竞争力，削弱球迷的乐趣。咁我系咪觉得多咗球队，少咗观众性，甚至赛事水平下都冇问题？第二，互放不清。咁当时分钟都冇交流嘅，有咩必要扩充至18队？根据国际足协研究，中联嚟理想，单2014年世界杯获利近50亿，利润比例高达52%，去到2021年收入比2020年增长咗180倍。整体而言，根据国际足协报告指出，2019至2022年周期收入近破一地高达76亿美元。正如维持现有三支队经营模式，足协已经有充足嘅资源去发展足球，有咩必要再扩展至18队咧？因此，除非要成立聯繫，唔可以單單證明多隊參與就等於利多於弊，而需要證明增加參賽隊伍之後可以提升比賽質素，同時平衡球員休息嘅時間。我幫反對聯繫，原因有二：第一，降低比賽質素。現時32隊可以維持比賽嘅質素同埋熱度，相反，放寬門檻後，實力較弱嘅隊伍入，打破原有平衡。正如經過斯卡洛德大學嘅研究指出。放寬至48隊後，中國同加拿大嘅兩個國家會獲得世界盃決賽資格。但研究團隊無疑表明，中國同加拿大根本就未達標，世界盃組織界表現最差嘅杜拉斯仲低。最終根據 Futures 體育雜誌分析多年嘅世界盃數據，並作出預測，由於球隊質素下降，影響比賽收視，差過14%。反問球方，現有32隊最都係強隊，突破衝後強隊嘅情況增加，佔滿以往嘅緊湊。有方覺得是有利不利於世界盃發展的。第二，影響球員健康。正如國際職業足球員協會指出，以2022世界盃為例，葡萄牙、巴西等隊伍上場時間長達30分鐘，令國家隊的體能同埋戰術準備，仲有從短期傷痛中恢復的空間好少，有機會縮短足球員的運動生涯。但有方偏偏倡議擴充世界盃，2026年世界盃。48隊球隊需要在56日內於3個國家進行一份次的比賽，足足比上一屆多打多了40場，而進入總決賽的隊伍更加要打8場，但是增加球員走咗的機會。正如西甲風光批評，現行賽制對球隊同埋球員已經相當繁重，而世界盃勢必有增加比賽場次，咁會令到球員的權益受損，可見增加隊伍數量亦都會增加球員的負擔。總括而言，世界盃坐擁大量盈餘，比賽收視漸漸上升，冇必要擴大決賽規模，喺冇合理性下擴充，只會拉低比賽質素，並大幅增加球員受傷嘅機會，得不償失。最後想問下友方同學，同唔同意球員負荷係考慮應否擴編嘅主要因素之一咧？多謝各位。
FIFA 報告同埋用民觀數字，隨住國家參與足球多咗會員國，如果只維持三十二隊，普及率會由22%降到2026年咧得翻15%。你覺得呢個倒退理唔理想？我覺得唔理想。係，所以唔理想。咁你覺得唔擴編嘅話，可以用咩方案去針對呢樣嘢去改善呢個普及率倒退嘅問題咧？如果唔擴編嘅話，我哋仲有好似世界足球圍賽同埋一啲資格賽，仲可以。所以有方咧就同我哋講話可以靠奧圍賽普及，但奧圍賽普及咗，點解等於決賽都可以唔需要普及咧？所以有方自己都解釋得唔清楚，點解奧圍賽普及咗，等於決賽都唔需要普及，所以決賽都咧同樣需要普及。不如我再問你一啲個別嘅例子啦，大洋洲係咪世界嘅一部分？係。大洋洲係世界一部分，但係點解有方連一個完整嘅席位都唔肯俾佢咧？因為要平衡到唔同州份嘅資源。係，我方明白要平衡到唔同州份嘅資源，但你哋都識講話，大洋洲係州份嘅，係世界，多謝各位。跟住問到南方嘅年青南方隊係出名。為令他們的傷患增加，何況不是吧？就算我同
FIFA Forward 嘅計劃，用咗1100億幫咗62個國家發展足球，又投開咗個新嘅體育場，法國亞新幾內亞高地起咗個新嘅足球中心，呢一啲何嘗唔係對足球發展好咗咧？嗱，有方棍精，而且啦，有所以有方閉處唔成啊，就問最後一條問題，擴篇點樣普及足球？不妨用微觀、宏觀兩個角度分析。講微觀，世界盃係球探雲集嘅地方，所以特別係籍籍無名嘅球員都會盡全力，希望得到球探嘅青睞。哥倫比亞嘅詹士諾本斯就係最好嘅例子，佢憑住2014年世界盃五場入六球，22歲之齡勇奪金靴獎，即刻俾歐洲大球會攞之。及後佢會將自己喺歐洲所學嘅帶翻去哥倫比亞，帶領國家隊走上世界排名17。上場加入中場嘅古道先，加瓜多爾嘅安迪華倫生涯都一樣。反問有方，俾更多機會籍籍無名嘅球員同球隊共同進步，有咩弊處啊？咁宏觀，世界盃對於球員可能只係實踐夢想嘅地方，但對國家而言，決賽秋係展示國家嘅大好機會。遠至1991年先獨立嘅克羅地亞，人口只有400萬，卻3度問鼎世界盃4強，出戰多名球星，令國家更為人熟知。再講沙特，上年打贏阿根廷嘅表現，令佢石油富豪形象慢慢轉變。斯洛賽後甚至簽約沙特聯賽。近至日本，過去未破天前24名不入，但破天32隊提供機會俾佢，憑住世界盃提升實力，走到今時今日嘅地位。故此，亞洲、非洲嘅球隊欠缺嘅從來都唔係實力，而係機會。所以，旁邊16隊令更多國家足球交流，決咗周百花齊放，點解唔係咁理想咧？多謝評委。究竟擴篇至48隊對比上邊一個持份者有利咧？多謝各位。
新三組持份者拆解辯題，一球隊，我方講過啦，更加多球隊加入可以增加競爭，提升賽事水平，有方唔反對㗎，即係擔心話會質素降低。先姑勿論有方從來都冇講過究竟乜嘢叫質素降低，一會同你講過唔同新增嘅隊伍，足足五六個例子同你講話實力係公認㗎啦，有方冇回應過，講嚟講去同你講話中國加拿大，中國入唔到，唔同你講加拿大原來而家世界排名都有47，我方唔見得佢入到去就會俾人禁出嚟打。更甚啦，有方亦都承認話要普及啦，亦都同你講話咧，而家大洋洲都係世界嘅一部分，但你一個席位都唔肯俾人哋喎。更甚嘅係啦，過去三屆世界盃嘅戰績，我反映俾大家睇，大家以為嘅弱隊原來都有一戰之力，沙特可以擊敗阿根廷，特尼西亞可以贏法國，點解埃及、埃及利亞呢啲國家入到去就一定會俾人禁著嚟打咧？有冇人話外圍賽已經俾過機會啦？但外圍賽普及得唔等於決賽就唔使啊？如果係咁嘅話，點解唔直接全世界球四出嚟借抽就算啦？有方答唔出，點解仲要分州份咧？實力球唯一指標嘅話，咁直接世界球四出咪得咯？有方就話啦，如果呢啲隊伍咁勁，咁點解32強嘅時候佢哋入唔到去啊？首先有方承認咗呢啲國家係勁，係有質素。但問題就係呢啲有質素嘅球隊，佢哋係多過決賽周嘅席位嘛，所以大家要反思嘅咪就係眼見咁多球隊，佢哋明明有實力，要做嘅點解唔係拆牆鬆綁，包攬埋一啲有質素嘅球隊，而係固步自封唔俾佢哋加入呢？所以唔止世界盃啦，歐國盃喺2016年都試過增加法隊世決賽周席位，當初同大家擔心一樣，以為質素會下降㗎，但殊不知表現無差到不得止，更加有逼到歷史性咁樣殺入八強，激勵人心。有方認為可以激勵更加多球隊向上係壞事，你話除咗勁旅之外，冇其他球隊可以向上咧？第二，我哋睇球員，世界盃俾更加機會啲球員一展所長。一副廣播盤嘅例子，因為世界盃而共同進步嘅球星同埋球隊，有方冇回應過。有方就話擔心啲球員嘅受傷機會提升，但前排係踢出咗比賽啊嘛。但原來國編之後，淨係得4強嘅球隊佢先至要踢嗰一場淘汰賽㗎啦，再加埋啲隊員咧，小組賽拉長咗嚟打。休息時間反而多咗，點解必然會增加咗受傷機會呢？有冇人同你講話咧？擔心其他嘅聯賽賽期唔可以調動，但點解我方見到卡塔爾世界盃擺喺11月打，其他賽期就可以調動到呢？所以例子已經講咗俾你聽啦，唔明白點解唔會有休息時間，而且48隊特別之處在於，除咗頭兩名出線之外，第三名都有機會。所以德國拜仁前教練奧巴切斯都同你講話，48隊之後要鬥到最後一輪，以入球數量去戰勝其他第三名。會比以前更加落力，賽事會更加精彩，所以第三位喺國際足協多咗收益係不爭嘅事實，有方都反對唔到。而更加重要嘅係，有如主辯所講，2026年開始會資助每個足球成員國$800萬，有方冇回應過。唔單止啲例子啊，上月 FIFA 答應會用國編之後嘅收益去資助巴拉圭興建青年隊嘅訓練中心，資助呢個塞內加爾去成立專業聯賽，打造青年軍，甚至增加30%撥款俾大洋洲啊，咁樣咧可以為發展緊嘅足球施予更多援手，打造足球可持續發展。而摩連奴都同人講話 ，FIFA 嘅錢多咗係必然嘅好事。何林周華咧，多謝各位。
少錯誤，所以令到越位是不如人哋，為了方便前途，先係有安全，有空間少執，覺得比錯越多，足球發展就等同於跳高。但我方程式錯咗啦，按照你嘅邏輯，點解要全面決賽？咁樣更加二百幾多人參加，咁樣更加複雜，更加全球化。有方解釋過，正係有方明白決定隊伍嘅方向係要靠人和我方講嘅平衡。因此，方程式實際入資，正係無論係球隊個人定係球隊整體，都贊成國標嘅世界盃決定。咁啊，有方係咪球隊會反對對足球發展有成定係有方冇變過？有方贊成決定，變咗係話更加全球化。但我方之前講咗啦，世界盃之前個資格賽有外圍賽，個個都可以派球隊參與啊，點解唔係普及化？點解醫生質素喺最重要嘅決賽周邊落普及化嘅方解釋同訓練根本唔成立？日方又話，國標決賽周邊要放增加競爭力，但我方民主傳媒明明足協收入充裕，點解現時就有啲嘥嘅嘢都逐漸形成個場發展，可以俾基金落後國家發展足球？國標成日話先人基金，方論成熟，聰明人士都話收入越多就多少促進發展，但其實根本冇增加收入迫切性。好啦，既然有方理事站住咗，不如停低處，先睇技術質素。我方前場舉出咗實際研究數據，例如係過往歐冠杯用嗰啲方法擴大咗比賽嘅隊數，結果收視率跌咗20%。2026年世界盃擴大之後，獲得同樣下場收視率1.4%。但方呢個唔需要想見到好多原因，多謝各位。你同我講下，唔擴編嘅話，點樣維持呢個普及率？其實唔難，但有方有方邏輯嘅。啱先有方自己咧。
覺得呢個做法唔理想，咁點解又係會大流於你咧？中國杯出世界都好唔容易。有乜同點解類型唔到兩者都足球兩者球員都拍到嘅，其實有乜我覺得難頭先類型。因為世界盃講緊係，就算嗰啲人唔識世界盃，佢都會去支持自己嘅國家。你所講呢聯賽入邊有人睇啊？係啦，有冇同我話會支持翻自己國家？但係有冇啱先又同我哋講話決賽誒初賽嘅時候，佢哋唔會睇喎？咁點解點樣又可以論證到佢哋決賽周嘅時候又會支持翻自己國家？咁其實嘅邏輯咧都好矛盾嘅。仲有咩同啱先咧？你話摩洛哥咧國邊之後咧就可以入83名咧入到決賽啦？咁點解83名之前嗰啲82、81、79入唔到啊？因為佢哋分州化，所以。所以今天跟你說，原來外圍賽他們其他人宣傳力度不足，所以我剛見到那些在決賽中才會有探頭探去發掘他們的潛能，你覺得對他們的足球生涯會不會壞了？那我們回到同學，今天宣傳足夠外圍賽是不是不需要放編到48隊？所以今天你去宣傳的時候呢，所以就是有方都同意了今天決賽中的一塊補給，不用有方爭外圍賽，因為有方也解釋不清楚為什麼外圍賽補給了等於決賽中不需要補給。不如你打回我先，有方同學講多次，以往入唔到人，而家入到係為咗質素下降。以往佢質素冇咁，佢而家個其他隊咁好喎。你講個例子出嚟，我哋一齊討論啦。邊個例子啊？好啦，有方同學講唔到，唯有同你講例子。我啱先同佢講過咯，根據呢個呢場雜誌研究，話中國加拿大啲實力唔勁嘅人，費過洪都拉斯入都可以入到喎。中國排名第幾啊？好啦，有方同中國排名。排名我幫應該記得係排名8名嘅，但係首先有方同學，我當時咪講咗咯。有方冇睇清楚資料，因為按照現時嘅世界排名咧，中國入唔到，唔緊要，同你講加拿大。原來加拿大咧，二一年嘅時候咧都有擊敗過傳統勁旅墨西哥，你覺得佢係咪冇一戰之力咧？有方同學，咁點解一定要擴大個門檻俾佢入嚟咧？決賽周至48隊的做法，正正是與足球的發展預警相違背。
決賽周嘅隊伍咧係有數量嘅限制，先可以保障到比賽嘅質素。因此咧，我方前場咧交代咗實際嘅例子，過往咧歐冠聯咧用咗同一個方法去擴大比賽之後咧，發現咧唔單止咧質素下降咗，收視率咧又下降咗，所以其實擴邊嘅做法根本就唔理想咯。所以點解會係零等於弊啊？有方台咧亦都好堅持話質素唔會下降，因為咧32隊以外嘅隊伍咧實力都好好，但係咧我方內委副辯都追問咗，由32隊擴邊到48隊，無論點樣都會係門檻下降嘅一種，點解係冇影響到素質啊？有方咧解釋唔到，相反咧我方舉出大量嘅例子，證明咧唔少嘅球隊佢都表示擔心咧改為48隊決賽周係會影響到比賽嘅影響力同削弱咗競爭力，可見咧有方嘅講法咧根本咧就雜唔合理。第二，球員嘅權益需唔需要被保障呢？作為咧全球性嘅足球協會咧，國際足協咧理應要帶頭維護球員嘅權益，但現實啱啱相反，喺冇諮詢過球隊同球員嘅情況底下咧，足協咧冒冒然咧就通過咗48隊嘅決賽周方案，本身咧理應係最先考慮事項嘅球隊健康成為被漠視嘅意見，咁樣係咪落又係咪合理呢？因此咧，我方全場都強調，喺現時32隊嘅情況底下，球員嘅負荷過重，冇辦法應付到更加多嘅比賽，有方通通都反對唔到㗎。有方又同我哋講咧話休息時數係一樣啦，但我方前場已經同有方解釋咗啦，有方同佢講法咧根本就唔合理，用相同嘅日數要打多40幾場比賽，點解休息時間可以同過往32隊一樣咧？有方解釋唔到。問翻有方，若然咧一場兩場對於球隊影響有限，點解有咁多球隊咧紛紛表示會擔心球員嘅健康，從而咧反對48隊嘅決定呢？第三，擴邊隊數嘅利弊究竟係從者更加具凌駕性咧？簡單加入有方整個立場。無非就係基於咧足球嘅保球率同埋足球嘅發展，但係咧我方前場咧已經問咗，即使唔擴邊到48隊，有方嘅理説同樣都可以彰顯到嘅喎。有方又同我哋講話，增加呢個48隊可以增加到嗰啲足協嘅收入，但我方前場咧舉出咗實際嘅例子，證明咧足協嘅收入係穩定㗎，今年嘅盈利更加係可觀，足以咧去支援唔同國家嘅足球發展。點解有必要去犧牲球員嘅健康同埋比賽質素去增加收入咧？有方始終都解釋唔到。有方贊成辯題最大原因咧就係促進足球嘅全球化，但我方咧問足全場，明明奧運賽啊資格賽已經做到有方嘅目的嘅時候，有啲咩必要去修改埋決賽周嘅隊數嚟達到呢一個利處咧？有方解釋唔到。其次咧，我方咧前場咧已經論證咗，即使係擴至48隊後咧，有可能進入決賽周嘅波蘭都表示反對48隊嘅安排，認為32隊係最好嘅安排。可見咧，有方嘅論點根本就站唔住腳。在座各位，世界上咧有唔少國對唔少國家而言咧，足球發展都係極為重要㗎。但若然咧，我哋去問211支球隊，一定大家都想進入決賽㗎。但係咧，入決賽嘅方法從來都唔係有方咁降低門檻，令到啲排名降低、技巧較差嘅球員咧都有得玩。因此咧，無論係為咗球迷又好，球員又好，32隊先係世界盃唯一嘅出路咯。前幾屆世界盃同樣都有客馬爆冷，收視率同樣破緊紀錄嘅時候。
嗰啲球員踢多咗比賽，就會多咗機會受傷。但我方其實講咗全場，佢都論證唔到呢個問題嘅嚴重性有幾多，因為有方今日嘅弊處咧，其實套用喺過往每一次擴編咧，其實通通都成立，但唔知點解咧，唯獨是係我方今日擴編第48隊就唔得咧，有方解咗全場都解唔通。況且我方前場已經同大家講過，原來咧計翻條數只係多咗一場淘汰賽啫，究竟多咗一場淘汰賽，真正會多咗幾多人受傷咧？有方完全冇數字交代過，亦冇盡好論證責任，而且咧一旦踢波就有機會受傷，係咪要因啲費時費力足球比賽咧？明顯唔合理，所以有方最後嘅擔心，即係同我哋講話啲賽期咧唔可以調。當方前場已經問過你，原來22年嘅卡塔爾世界盃都可以調賽期嘅時候，點解唯獨是就係26年唔得咧？有方同樣都冇論證到。但係所以比較點就在於我哋今日收穫嘅嘢值唔值得我去付出啊嘛？喺討論地位問題嘅時候，今日有方提出咗弊處，從來都唔等於利多於弊，因為今日講緊擴編之後咧，打破歐洲隊伍一枝獨秀，小國更加願意力求上進，更加有球探雲集嘅地方咧，俾佢哋發揮所長。有方通通都承認曬，所以喺進步同受傷之間如何抉擇，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數。而講到底，有方一直為我方亂套罪名，覺得我方只係越多越好，但錯，因為我方從來講嘅嘢都係要去維持一個普及率嘛。有方明顯冇聽清楚我方講嘢，所以實情就係咧，有方太短視，覺得原地踏步咧就已經係罰咗足球，但觀乎全球嘅國際比賽都會因應唔同嘅潮流作出變更，例如係下屆奧運新增滑板、攀岩等等嘅項目。美國職業籃球聯賽 NBA 喺1980年代多次擴編。於足球而言咧，各國都開始盛行足球，建立起自己嘅聯賽制度，正正就係適合嘅時機再去擴編，令到唔同嘅人民都可以投入世界盃嘅圍堵當中，為相同國家州份振臂高呼，促進文化交流。同一時間 ，FIFA 擴大收入來源，再投資翻到足球發展，形成更大循環，真正達至可持續發展。對於一個球員而言，最可怕嘅從來都唔係佢哋擦傷，而係佢哋唔能夠再踢足球，唔能夠再發揮自己嘅所長。同樣地，真正實現足球發展，唔係有關嗰啲微乎其微嘅弊處，而係最大型嘅世界舞台，不思進取，停留過往嘅光輝。多謝各位。
就可以再講多啲嘅內容，令到評判可以知道你嘅全部都明啦。咁我覺得反方向主辯我係接受嘅，同埋前場嘅假反應都係 set 得對方嘅論點嘅。係啦，咁啲論點都係正常啦。咁但係點解去到後期會係正方佔優而係反方佔優咧？就因為去到圓骨圖上嘅推進咧。反方就有少少move 啦，佢嘅球場。我講正方先。咁正方佢到後尾，我見到你會加好多嘅例子啦，即係譬如去回應對方點解調動時間唔得嘅時候，你會講卡塔爾嘅例子啦，即係佢哋都調動到賽場喎，點解世界盃呢一場比賽又調動唔到咧？咁然之後譬如你話一啲國家的質素其實都是有一致之力的，就譬如中國、加拿大咁樣，即係你都會講加拿大其實原來已經有打敗過全部啲嘅墨西哥，咁所以呢一啲例子其實都係可以幫到你哋去 support 你哋嘅論點啦。而對方都唔係特別回應到啦，即係譬如加拿大嘅例子，好似 3D 上係有執過一次，然後對方都係好似 shift 咗個戰場，跟住就冇打到。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好多唔同國家嘅例子係可以幫到你攞分嘅。咁然之後去到反方，係啦，去到反方就係去到後場，就係不斷 loop 你哋點樣調轉先啦，就係咁話個普及性係重要，但係質素更加重要啊。咁但係有冇詳細解釋點解質素永遠都係第一考量、首要考量咧？呢一個係需要負面同埋正面嘅位置都要解釋嘅。咁然之後去到後尾都係喺咁喺度話身體精神疲勞啊，嗰啲球員會頂唔順啦。咁但係有冇咁多嘅例子可以去勸勉呢樣嘢咧？我覺得就唔算就唔足夠啦。然之後係啦，去到後面二副飛碟嘅環節就聽到有少少奇怪啦，因為你開始喺度話咩佢有實力就會入到決賽噶啦，咁但係你走唔到一個人講，但係同伴聽唔到，你又要用啲咩例子去解釋呢樣嘢嘅時候，係會俾一分你嘅。咁然之後大圓周嗰個例子我都唔係好聽明嗰個回應啦，就係咩大圓周徑就唔會淨係得0.5個席位啦，咁一句我只聽到一句回應，但係我又唔知你係想即係對面啲乜嘢同埋回答啲乜嘢，所以都係唔係好俾分嘅。咁然之後係啦 ，3D 有個好世界嘅位置係正方問咗條 first kill 之後，反方係直接冇答到，跟住就直接問咗條 first kill 啦。咁我覺得呢一個策略上唔係特別好啦，因為評判嘅觀感上就會覺得你係諗到啲回應，跟住所以就求其問一條問題，然後去 shift 咗個戰場。咁樣就會即係令到 Freddy 嘅策略上有少少失分啦。然之後係好咁去到結辯嘅環節啦。我覺得正方結辯係即係俾到嗰個 picture 我係俾得幾好嘅，就係即係其實而家去到唔同嘅運動上嘅賽事都係會因應唔同嘅潮流作變啦，即係會新增或反嘅賽事等等，咁所以即係既然世界盃嘅成員國係多咗嘅時候，普及率亦都應該相應去調整啦。咁覺得呢一個咁樣嘅即係 trend 同埋呢個傳染係做得好嘅。咁而對方都係無法回應啦，因為嚟自咁然之後同埋我覺得反方意見上有一個問題就係 case 太快啦。因為即係去到結辯嘅時候，平時想見到嘅係雙方都即係比較鎮定啲，唔係好似前面負面咁樣一味不斷攻擊啦，而係去真係慢慢收割每一個戰場，話俾評判聽呢一個位你冇回應到，呢一個位你冇回應到等等啦。咁所以我就會覺得正方結辯會喺一個位上做得比較好，即係可以拉慢翻個節奏，令到即係評判跟翻成場比賽嗰個 flow。所以整體上，我今日會覺得正方嘅資料敏感度上會係高啲嘅，反方
員追問咧，其實我係睇到你哋都即係準備得好充足嘅。咁反方其實即係我都同意，其實你哋個主線去揀佢講個質素，揀佢講個球員本身，其實都係唔止嘅。因為其實呢樣嘢可能真係對你哋嚟講係相對有利一啲。不過我會諗呢樣嘢點樣去做個論證咧？點樣去說服嗰個評判？即係如果你捉住呢兩樣嘢去講，你講得通，你說服到我咧，其實我覺得你哋都唔係冇得打。不過又因為即係正方其實佢每一個位其實佢又有好好嘅準備，即係所以你去講嘅時間咧，譬如你去推論，當你一推論都唔夠完整，或者你講得唔夠清楚，其實對面一回應完，咁你嗰個論點其實係咪真係叫做站得住嘅，或者係？即係好說服到評判咧，咁就變咗大打折扣。咁好似今日，即係我都同一開始聽，其實兩邊我都即係覺得各自都揾咗一個對你有利嘅一個即係方向去講啦。咁但係一去到後面一路去論述嘅時候，面對緊對方啲質詢，咁我又覺得即係第一你個論述嘅完整性或者你個清晰度。用緊啲乜嘢資料去即係支持緊你講嘅嘢，咁就會見到有個差距啦，係啦。咁譬如即係個質素嗰度，即係你有你講，佢有佢講嘅啫，即係兩邊。但係點樣包裝得再清晰一啲？譬如即係可能正方都會講到，即係依家根本你32隊呢個數目係唔足以去即係。唔夠依家我哋講緊咁多國家其實去分啊嘛，即我哋同意嘅，即係你多咗隊伍參與，肯定講所謂嘅門檻係低咗，但本身門檻唔係真係已經太少啦，即係呢個32隊。咁我諗正方都講得好清楚嘅時候，反方點樣去再推展咧？咁我又覺得可能你哋翻翻去又淨係得中國加拿大兩個例子去講，咁又真係講到過去。咁譬如講緊個受傷或者講緊個即球員嗰個身體健康嗰度，對面又會真係比較仔細啲去講到，其實即係數埋，即係擴天咗之後，其實可能只係打咗一場嘅啫。咁我又會諗啊，係咪即係有咁大嘅影響咧？對嗰、那個即係嗰個受傷嘅機會？咁我聽唔到你哋點樣去再回應？究竟個賽程係咪本身咁多日先係踢咁多日呢？我又覺得，如果你哋咁著重係要講緊呢個論點嘅時候，你哋要講得再清楚啲咯，係啦。咁但係即係事實上，嘅正方有個回應喺度，咁我哋去聽嘅時間，我哋又會覺得變咗你嗰個論點就冇佢咁強啦。即係我覺得可能真係又要喺事前，即係要準備得好充足嘅機緣。有一啲係好難去論證嘅，我都好明白，係啦，即究竟係唔係即係咪一入到嚟就一定冇質素先？呢、這個邊其實係好難講嘅。但係你但係好明確嘅，即係32隊到48，又真係多咗16隊，嗰16隊嘅質素是什麼咧？係啦，有冇一啲嘅實際多啲嘅例子再可以講到咧？係啦，或者我唔係成日睇波嘅，我唔知嘅喎，係啊，咁。可唔可以即係再實際少少去講到，譬如預計咗係2026年嘅情況係點㗎？你講個質素可能未必係決賽嗰個問題，可能係講緊小組賽變咗，可能係一個參差嘅一啲情況，係啦，即係嗰個位係比較大嘅影響㗎。OK， 咁有冇咁嘅需要？其實你都講到，其實個需要性係咪真係咁大？但對面又好有策略咁同你講咗，係所謂嗰個叫普及率。嗰、那個概念啦，咁你點應對咧？如果佢乜嘢都翻翻，我係講緊嗰個物價，我係講緊個所謂個，即係講個成員個多咗咁樣去計嘅時候，但你又唔係回應緊嗰樣嘢喎。咁我覺得可以就再去，即係可能你都預咗對面係咁講，而對面又真係有個好靚嘅包裝嘅時候，就要靠你哋本身你自己定立嗰個主旨嘅時候，有可能要做多啲功夫，係啦，即係你帶到實際。一些例子俾我哋去睇，如果唔係就真係好難講咯。咁但係整體嚟講，我覺得都唔錯嘅，即係你都
嘗試去應夾對方嘅嘢，係啦，我都覺得你哋都係做咗你哋嘅本分，即係好努力去準備。不過確實呢條辯題，我覺得你講得多論點擺出嚟又可以，但係當你論證嘅時候，就真係要再諗下方法，好嘛？係啦，咁我嘅。兩家學校都好啦，咁其實今日嘅賽事都係保守得嚟。